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主持人小溪。有心的人再远也会记挂对方，异地恋恋的不仅仅是爱情，还有一种坚持。下面四张塔罗牌，凭直觉选一张，测你适合远距离式的异地恋吗？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选好了吗？答案就在视频后面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选项留言评论在下方，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和你选的一样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